我哋而家咧就谂住买啲早餐翻酒店食。呢度有红叶，小小的一棵，但系好红。有好多唔同嘅 toast， 好似好邪恶啊！一朝早就。你看上面啦？好啦，我哋就冲姜茶，同埋呢一个黄菊茶俾金生先。这个早餐真是不得了啊。哇，那个包好松软啊。引诱下大家先。哇。今天会去汉南洞行街的，如果有时间会行埋圣水洞，应该是这几年比较新兴的行街热点啦。现在就出去啦。今天的 OOTD， 不着褛的原因是想着一阵间即买即着。由我哋间酒店行去附近一个地铁站咧，咁就完全唔需要转线，可以去到汉江镇站嘅。真系行五分钟就到噶啦，佢系离两个站都近嘅，一个就系孖蒲啦，一个就系呢度孔德站。咁我就会搭，好似系咪六号线咧？我咧再望一望先。今次嚟嘅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咧，就系呢间 Mighty 啦。好啦，我哋入去啦。背景有啲嘈添，啱啱俾大家投紧票啦。究竟我买左边嘅腊肠狗 hoodie 草啊，定系右边佢哋嘅花花 hoodie 草咧？行咗啦，下一间，下一间。哇，咁快就行到嚟第二间我想睇嘅铺头 ，Emis 啊，佢哋喺一个街中间一个街尾咋。哇，我啲钱啊！啱啱 Emis 嘅头箍咧，全部色都冇晒，咁所以咧，我谂住去埋圣水洞嗰边睇下。然后我去咗一间卖首饰嘅铺头啦，一入去头几秒已经见到呢两对耳环，好中意啦。咁但系我实在买咗太多啦，唔知道大家会帮我拣边一对呢？大比数系第一对啊，咁我就听大家话啦。呢一间嘅首饰咧，我都好推介大家嚟，我觉得好精致，好靓啊！行行下街咧，见到呢只歌姬，其实佢唔系净系喺呢间铺噶啦，应该系附近嗰啲邻居嚟噶，因为我见到好多店员咧，唔同铺头咧都会喂嘢食俾佢咯。今晚因为五点半咧约咗韩国嘅朋友食饭啦，所以我哋时间紧迫啊，而家就放弃汉南洞啦，我哋去圣水洞嗰度朝圣一下。发生咗呢一个突发事故，啱啱转车嘅时候咧，我冲得太快啊，然后金山追唔切咧，我就入咗车厢啦，佢俾我遗弃咗喺车站嗰度。而家咧我就喺下一个站等紧佢个车嚟。啊！你只脚咁长，行得咁慢嘅。嚟到圣水洞就梗系要同呢一个 Dior 打卡啦。呢度咧要预约制先有得入嘅，咁我就冇韩国电话咧，同埋我都冇嘢买，咁就唔入去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就影咗啲好靓嘅相啦。金山最近影相嘅技术咧好咗好多。我哋嘅摄影师，你睇帮我拎住几多嘢？嚟到圣水咧，不得不提就一定系呢度好多咖啡咯，佢哋系做到劲艺术噶。我终于知道，如果大家中意食呢啲甜品嘅话，点解会咁吸引啊？连我唔中意食咧，都觉得哇，抗拒唔到，好靓啊！金山咧私心就系想食朱古力呢一个，然后咧佢呢个写住系 signature。我哋都揀一个啦，你想食芒果定系无花果啊？无花果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要一个无花果啦。你睇下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你睇下呢个轮天，哇，超靓啊呢一个！哇哇哇！好靓啊！哇！攞蛋糕嘅时候咧，都未发现佢比错咗，因为我系唔食士多啤梨嘅，我嗌咗无花果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好彩可以换咋，系咪好精美啊？望落去，我唔客气啦。佢中间系有啲馅噶，有啲似 cream 咯，我都系估系吉士嚟嘅。呢个系焦糖炖蛋味噶，喺出边有一层焦糖啦，跟住中间有啲面包啦，里面有一个系类似。Vanilla 我哋平时食焦糖炖蛋嗰个酱啊，嗯，
好味啊，好味啊！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咖啡的人啦，咁但係今日係想求其入一間幫大家，因為我知道大家很有興趣咖啡噶嘛，咁就不如試一下啦咁樣嘅心態。不過有驚喜喎呢一下，我覺得佢裏面應該是有無花果啦、蛋糕啦、cream 啦，同埋上面啲脆脆，佢啲 cream 係好綿密，係。好像生忌廉的味道，有點像。好了，我們快點吃完就繼續 shopping 啦。小費費，我只是想買這個小小個的袋啦，咁得意啊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是，真的完全沒用，都是買到手機啊。什麼不是用來放手機的，用來載我一些很可愛的氣質在裡面的嘛。我一早就看中了，在香港的時候。既然大家在選白色，我就在想買小的這個好，還是買大的這個白色好。五分鐘過去，大家都是給我買大的那個。好啦，那我就買大這個枕頭這個啦。我會再加個花花裝飾給它隔離那裡。這些。你又試袋了，開始。男仔孭得嘅，你孭黑色应该 OK 嘅。装唔到，我要装嘅。你装嘅全部都系我嘅嘢嚟嘅啫嘛。咁更加唔够位。哇，呢度点算啊？我唔够时间行啦，好靓啦，喺呢间铺头。入边啲文具系超级靓啊，有啲信封啦，佢啲笔袋都好靓啦，死啦！点解我长大得咁快？如果十零廿年前咧，我应该癫咗。这个圣水区是超级无敌好行，我觉得比起刚才鹤南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太早呢没什么行，跟住而家这里是开晒呢，是每一间铺都好想入去，哇，真的觉得自己要冷静一阵先。我现在是处于极度高昂的状态。没错，一间间都想跳入去跟住扫晒啲货。好彩今天早约了人吃饭啫，如果他真的破产都不得点。路过咧，见到呢一间咖啡，佢系食三文鱼面，哇！呢一个一望到咧，已经觉得好嬲。去埋圣水洞呢一边嘅 Emis 咧，都系无头裤，冇得买啦。冇错，佢直情冇摆出嚟添嘛呢间。系啊，呢一个头裤系我嚟韩国之前咧一早 cap 低咗话好想买嘅嘢啦。咁但系都冇办法啊！唔紧要，你头先途中都买咗好多头箍啦，已经冇好多啊！我买咗两个啫嘛，真系冇好多。我朋友话带我食韩牛啊，咁就系呢一间。This is my friend Lupin and her husband.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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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我想讲呢一间真系超级无敌好食，我摆翻个名俾大家，系超级推介，真系好好食。佢完全唔需要点嗰啲奇怪嘅辣酱啊，唔需要一啲嘅生菜啊，其他嘢，你就咁食嗰个牛咧，已经系超级好食。仲有呢一个嘅炒饭啦、啊，跟住头先嗌咗一个汤再配白饭啦、啊。這個、呢一个咧系要配紫菜包住一起吃的，哇！果然有 local 系唔同啲。一阵间咧，佢哋会带我哋去一个地方睇夜景嘅，到时再同大家见啦。一阵见。而家我嘅朋友咧就带紧我哋去食韩国嘅甜品。佢哋就系一个 pancake 啦，类似一个粉团咁样压咗落去，然后咧。在那边他们就会整一些馅在里面，它也厚的，是啊，它厚的，知道它立刻整了它先、嗯、好像烧饼里面有些糖浆这样。嗯，因为昨天呢我在广藏市场都看到呢，其中有一条队是买的类似的东西呢，我已经很想试了，但是因为要排很久，它有即场整呢，其实需要很多时间。我没想过今天可以吃到，它里面是甜甜的，有些糖浆呢，好好吃啊、嗯、我們來到這裡看夜景啊，然後呢超 crazy 啊，有極度無敵多的私家車都一起上來看夜景。我朋友說是韓國人才知道的地方，哇，今次帶大家過來一些非常在地
的景点，好靓啊！虽然我而家好冻，我唔知道会唔会手震，俾大家望下。哇！呢度真系好靓，好靓。现场睇比起画面咧，系震撼好多噶。大家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嚟啊！系啦，咁今日嘅 vlog 嚟到呢度啦，我哋又下一集再见。下一集应该系最后一集噶啦。我头先喺间铺度好耀眼咁样转紧，成间铺啲店员都对我超好啦，成个店婆咁系咁攞嚟，唔系店婆，佢哋系好好人咁样话俾我知，又推介我啦，跟住之后又同我讲有九折，你睇下都九折呢件事，我就觉得买买买买，一睇到你就知道开到单啦咁样。